Hello, Dibbo Jason， 我哋今日咧。因为发紧呢个惊慌嘅关系咧，咁啊完全冇其他游戏玩，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决定同大家一齐去到试玩一下呢啲比较上系价钱方面系平少少嘅一啲嘅小游戏啦。咁呢个游戏咧系叫做《宅男的人间冒险》，咁啊喺呢一个 Steam 上面咧系可以download 到嘅。咁呢个游戏咧，如无意外应该有可能应该系呢个大陆嘅游戏公司开发，咁但系因为佢有繁体中文嘅关系咧，咁我话 download 落嚟，咁啊试玩啦，谂住咁啊内容究竟系点样嘅咧？应该就是一个沟女 game 嚟嘅，咁但系呢一个我唔系十分之 sure 啊，因为我系试玩咗好少，咁啊应该系一个嘅沟女 game 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咧就一齐嚟大家去到体验一下呢一个游戏。我的名字叫做亨儿，今年18岁，咁后生。平时嘅爱好就系宅喺屋企做一个废人。做咩佢厕纸喂？做废人咪做废人咯，使乜厕纸啊？十八年以嚟，我都系自给自足，因为我冇女朋友啊！我好想感受一下谈恋爱嘅滋味。点解我要单身十八年？我咁靓仔，点解？我好想谈恋爱。你究竟系好想谈恋爱啊，定还是系好想搵人同你一齐水乳交融啊？今日唔系 weekend 咩？点解闹钟会响嘅咧？明明可以瞓翻个懒觉。唉，唔理啦。哇，拉嘢！喂，谂翻起今日约咗个网友食饭，仲系第一次见面，快啲起身梳洗，仲要俾对方个好印象先得噶嘛。不过梳洗之前先熄咗个冷气先，熄冷气。呢个游戏呢就系、是、要周围 click 啊，周围揾嘢，跟住之后同埋要做一个咧选项嘅，即系佢成日会有啲选项俾你，你要揀啱选项咧先至可以过到版咁样嘅。咁我哋熄冷气啊，遥控器，遥控器 get， 将道具栏嘅勇气拖去冷气机嗰度，跟住之后，哦，点解个空调啊完全冇反应嘅咧？系咪勇气出咗事咧 ？OK， 勇气冇电，哦，可以反转，冇电池，我琴日点样开冷气啊？通常咧喺容器里面冇电池咧，只有得几个可能性嘅啫，就系你将个电池放咗去嗰啲要入电嘅飞机杯度，一定系，除非唔系。OK， 揾电池，厕纸，熄个奶先再讲。OK， 熄冷气，哦，电池 ，get 一盒电池，电池揾到啦，要拆包装。拆包装 ，OK， 新电池两粒，跟住之后再放落去个容器度啦，唔使买定系 ，OK， 24度最舒适嘅温度啊，识玩啦、啊、呢、這个主角，哦，要删咗呢个画面先。熄个冷气，去厕所梳洗。但系头先呢啲嘢执唔执得噶？诶，执得噶。厕纸，睇下仲有咩执先。冇咗个头嘅高达，缺失了头的模型。上周被亲戚家的孩子不知弄去哪了。如果揾翻嚟嘅话，就砌翻个模型啦。OK， 电脑冇嘢，跟住呢度就咪去攞啊。记事簿唔攞得。PS1 嘅 memory card， 哇！呢啲系八 Mbps 定四 Mbps 嘅 save 卡嚟嘅，细个时候有用嘅呢啲。而家啲僆仔完全系唔会感受到我哋要拿住呢一张 save 卡去朋友屋企打机嘅嗰个乐趣。好、哦，电话，影相，影到相，女，呢位系我喺网上面认识嘅妹子，今日就要同佢见面。第一次同咁可爱的女生单独约会，一定系照片啊！黐线，你上网识女仔嗰啲相，一定系 P 过晒，一定系剩嘅，点可能会系碎气嘅自拍啊，大佬？咩料啊？啲须根系须根 show， 初音，
人气虚拟偶像坐音。OK， 唔知系几时影嘅风景相，冇乜特别，就系天气几好。强而有力嘅右手，苦练咗三年嘅右手，啊唔系十八年，主角系十八岁，因为三文鱼盖饭非常好吃，有机会再去一次。OK， 翻翻转头，仲有咩睇啊？对话，哦，美美，等先。你好，你是我是之前在一个交友网站度加你的啊，好像有啲印象。呢、這个就是 send 俾你照片特别靓，所以先加噶啦，哈哈哈，多谢啊。其实我都唔系好靓啫，我觉得好睇得啦，哈哈，多谢。有冇男朋友啊？你而家真系沟我咩意思系嘛？哈哈哈，被拆穿啊，哈哈，或者我同有朋友开始发展一下啦，点发展？食饭先嚟，不如好啊，不如听日啊，OK， 好。咁都可以约到女出嚟，咁简单嘅咩？而家唔好扮嘢喎。What the fuck？ 咩料啊？咩料啊？沙罗曼蛇，哎呀，沙罗曼猫，咩料啊？喂，啊？会唔会有大佬打啊？喂，会唔会有？做乜系咁飞啲金正恩出嚟？喂，佢系咁飞啲屎啦，飞啲绿豆啊，同埋飞啊金正恩个头出嚟，即系咩玩法呢？佢系啊，嗰啲新闻攞得嘅，诶。我仲有啲新闻攞得嗰啲，喂，有小游戏玩唔有趣 ？OK， 仲有冇嘢攞啊？呢间房夏日摸摸茶，写简体字，唔知究竟系大陆定还是马来西亚咧？两边都有可能。OK， 要去厕所梳洗一下，点都唔可以咁污糟邋遢咁出去见网友嘅、啊。OK， 呢度啲嘢执唔到嘅，厕所。毕竟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出门之前要屙尿、刷牙同埋剃须。咁啊，剃须，哇，完全唔落呢一个，完全唔落呢一个嘅剃须膏啊，唔成咁样去剃咧，想死喎、啊！真系呢个主角。喂，咁啊几好，有少少。有少少羊咩？有几条咁剩低咪几靓咯 ？OK 啦，唔使睇晒啦，咁样得啦，留翻少少，咁先系命噶嘛。算啦，睇埋佢啦，都系唔睇晒佢，唔俾我过版。又干净又有型，刷牙。OK， 刷埋块牙，洗埋块面，跟住之后屙尿啊嘛。哇，忍咗好耐啊，屙尿先。咩尿啊喂？我要瞄准牙要 OK。喂喂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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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這个系嗰个高大个头嘅零件嚟嘅，会唔会喺个尿兜里面有啊？呢度系啲咩？我真系有喎呢度，喺个拖地桶里面有银包，点解有个银包喺嗰度啊？咩玩法呢个？所以呢个就系要周围 click 下，你永远唔知佢边度会收埋啲乜嘢，会唔会喺后面都有嘢？会唔会冇？叫做呢边咧，遥控器，呢就嘢啦，跟住柜底咧，仲有三个零件，锁匙、充电宝即系尿袋啦，头部零件 D， 仲有两个零件，凳底有冇啊？鞋里面有冇啊？呢度后面咧，密码箱我自己嘅生日月份同日期，即系我自己真实嘅生日啦，一开始就 set 咗咁样，因为八月十六号。get 头部零件 B， 仲有一个零件，系咯？点解我胶达零件会喺呢度里边？点解会？仲有一个、哦，会唔会喺电视后边？会唔会系？会唔会有可能喺个厕纸里边啊？我系谂紧嗱，佢一盒厕纸，我全部掹晒，佢冇得俾我反转喎、啊。呢个厕纸，喂，真系有喂、欸！我估下嘅啫，
点样可以将佢合并埋一齐？点样将佢 ？OK， 砌翻好个高达头先，呢、這个先砌喺里面啦。呢、這个砌喺里面，咦唔系喎喂？点砌啊？应该哦，呢、這个喺呢度，呢、這个喺呢度，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喂唔系喎，我唔识砌高达喎，点砌啊？应该呢、這个唔系砌呢度咩？啊系咯，个猫头嚟喎，好搞笑啊呢、這个呢度。呢度呢度，好嘢啊！喂，如果真系有一只咁样嘅猫高大嘅话，我会想要咯，好得意喎！哇，太好啦，太感动啦，我模型复活啦！零件居然各散东西，我以后都唔俾人玷污模型。咁点啊？而家系咪可以出发啦？可以，我要洗面刷同埋屙尿啫嘛，系嘛，屙咗啦。咁跟住咧，系咪可以出发？哦，手机、钱包、锁匙同埋尿袋都齐啦，可以出门口啦。Go go go！ 话说我今日要同我见面嘅网友就系呢一位美美小姐，实在太正啦！居然可以同咁靓嘅女仔出嚟食饭，净系睇相我都已经面红耳赤啦，真系令人激动啊！唔好谂啦，快啲出门口啦！再唔出门口嘅话，就企喺门口度射噶啦！我哋大家可以见到真人啦。其实唔一定系咁十八禁呢个 game， 我估嘅啫。哇，天气真系好啊！我相信今日一定系美好嘅一天。好啦，虽然离约定嘅地点唔系好远，不过如果要步行嘅话，可能要30分钟。我应该坐咩交通工具好呢？即系巴士同地铁啦，坐巴士啊，我哋好啊，就坐巴士。哎，其实应该坐地铁，坐地铁唔会塞车，就喺呢度等车。你好啊，阻你一阵，咩料啊？我系一名大学三年级嘅学生，可唔可以帮我做一份简单嘅社会调查问卷呢？好啊，反正冇乜嘢做。我真系太感谢你啦，我哋开钱啦。请问你系咪游戏直播主啊？系啊。你直播时候多唔多人睇啊？唔，冇人睇我直播。其实你打游戏好弱啊你，我咁样都系嘅。你的身高几多呢？170至180。你中意咩型嘅女仔啊？大波、大长腿、做作嘅、丑嘅嘛？冇人中意丑女噶嘛？靓脚啊？你目前系咪单身啊？唔系。你有冇谈过恋爱啊？谈过。你今年几大啊？30至40。有冇同你高八卦？有。你中意左手定右手咧？右手。喂，全部我啲私人资料全部爆晒出嚟喎而家。啊，十分多谢你参与，打搅晒唔好意思，祝你生活愉快。唔好客气，佢呢一个问卷调查都系做乜鬼嘢嘅咧？我想问，喂，有车，赶快上车。K Y 咖啡，哇，说迟迟那时快，俾约定时间早嚟到 K Y 咖啡。K Y 呢个我平时最中意嚟嘅咖啡厅，系一个好适合约会嘅地方。睇你咁嘅人唔算太多，而且我唔知空嘅位置太好运啦，就坐喺嗰张画下面啦。先生你好啊，请问要啲咩嘢呢？我等紧人啊，等下先嗌嘢啊。好啊，冇问题，或者随时叫我啦。虽然一切准备就绪，但心情都有啲紧张。万一对方真人同想象唔一样嘅话，点算呢？你话真系，而家网络上面照片实在太多啦。如果对方系个丑八怪，我应该系走定还是继续同对方倾偈呢？哇！如果对方真人系咁样，咁真系点算啊？我 death by snooze snooze 啊，应该真系要。啊你好啊，请问系咪亨利啊？哦，我系你系，哇！竟然真人系咁嘅样，居然唔系照片，哇！仲靓过，仲拍个拍手个啪啪声啊！真系喂，喂你好啊，我系亨利。啊你好啊，咪等咗好耐咩？冇，啱啱嚟到啫。有饭系咪啊？未啊，有咩推介啊？哇！你问啦，系咪呢度啲嘢真系几掂噶？我平日咧都中意嚟呢度食饭嘅。服务员，啊你好啊，请问两位咧系咪需要点餐呢？系啊，嗌咩食好咧？牛肠粉、叉烧饭、酸辣粉、麻婆豆腐盖饭、热干面，喂，咩料嚟啊？叉鸡饭啊，叉鸡饭。先生你要一份叉烧饭啊？小姐，请问你要乜嘢呢？
呢个功能表，呢、这个 menu 系嘛？呢个 menu 点啊？系咪好正啊？啊，你俾杯水我得啦。好啊，请两位等阵啦。你未呀嘢咩？净系有杯水？我啱啱谂起呢，我好似食过嘢咯。哈哈，你真系啦，你个人真系健忘，真系幽默幽默。哈哈哈哈。呢个咩问题？你中唔中意交打？你觉得我靓唔靓仔啊？你中唔中意 programming 啊？你中唔中意 programming 啊？问佢。你喜欢程式设计吗？程式设计真系好好玩啊！可以自己写游戏可以。要唔要我教你？做乜唔讲嘢啊你？先生你好啊，呢个系你嘅叉烧饭。小姐，你杯水，请慢用。我唔系啦。哇，真系太好食啦！你真系唔要啊？啊，唔好意思，我出去打个电话先。打电话哦，即系暗中走人啦，真系。呢度啲嘢真系太好食。30分钟之后，点解未打电话打咁耐嘅咧？唔会唔会出咩事啊？我哋等啦，一直等到美美出现为止。What？ 无论如何，我都会相信美美，佢唔会突然抌低我走咗去嘅。我会一直喺度等，一直等落去，直到天荒地老，证明我嘅真心，美美。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准备爆机哦！啊，玩完啦 ？What？ 我系咪 bad ending 啊？我系咪？我系咪有个 bad ending 啊？喂，好白痴啊！呢个 game， 喂，点啊？即系其实佢系有几个 ending 咁样嘅。我呢个系 bad end。即系我系咪拣择？我系咪拣错咗？如果我拣唔系等佢翻嚟，我系拣觉悟醒觉，系咪个 ending 又会唔同？定还是可以继续玩落去咧？点解会咁噶？好啦，咁我哋咧又翻翻嚟呢位啦。点解未打话打咁耐咧？会唔会出咩事咧？我哋选择今次系醒觉啦，我哋唔好等佢翻嚟啦。我明白啦，佢唔翻嚟，唉，之前见面嘅女仔全部都系咁样嘅。点解每次都咁对我呢？我到底系咩唔好？你要唔要纸巾啊？美美，你翻嚟啊！先生，请问你搞错咗啊？我明美美，我要埋单，埋单对白渣。算啦，反正都唔系第一次啊。虽然我一直都想揾到条女朋友，揾到条女朋友，但我都习惯一个人生活啦。女朋友唔要呢啲咩啊？我哋喊到口干啊！咪抹啲水先。叮当，感觉唔错，冷气好足咁啊！欢迎光临，有咩需要？好，等我睇睇，买咩好呢？我哋买黄金限量螺丝刀，我哋有两嚿水，我哋有山下智博写真，点解要买麻甩仔嘅写真？点解要买？我哋口干嘛，买水咯。麦咸999蚊，可唔可以买嘢？可唔可以？但系游戏攻略喎，买游戏攻略啦，买埋个原声带啦。但我又好想买个螺丝刀，买咁样咯。啲将呢个时候，门内有一位少女走入嚟，有靓女。哦，入嚟嘅系一位身穿白衬衫、头戴画家帽、有着嫩白嘅皮肤、犹如主角般闪亮嘅少女。我靓女，佢好似望住我喎，点算呢？弊啦，感觉我哋喺度对望紧，我应该点办好呢？呀、yeah! ！哇，喺最大最咩叫戒波袋喎？你唔好望我，你咁样望我会黑下丑啊！我会点算呢？点算呢？要唔要揾个话题同佢讲呢？直接嚟告白，我好中意你啊！可唔可以同我做女朋友啊？可唔可以同我拍拖啊？好啊，唔系你啊，大佬。有啲时候爱情就咁奇妙，你唔知佢几时会嚟，亦都唔知几时会走。我净系知道，当爱情嚟临嘅时候，你挡都挡唔住，或者当你尝试接受之后，你会发现可能呢个先至系你真正想要嘅。
喂，去到最尾俾个俾个便利店店员吉屎忽，去到最尾，点解突如其来嘅爱情？我哋明白呢、這个游戏里面咧，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 ending 嘅。系啊嘛，不过我哋今日呢个咧，我哋先暂时玩到呢度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埋其他 ending 啊，或者想睇埋其他游戏内容嘅发展嘅话咧，我不妨下面留言度讲啊。咁啊，近排冇乜特别嘅游戏玩啦，咁啊，尝试下寻找呢啲咁嘅小游戏，咁睇下大家会唔会中意。咁啊，希望大家俾啲意见啦。咁我哋今日呢一个咧，我哋先暂时玩到呢度。我哋下一条片，如果再玩嘅话，我哋翻嚟继续呢一个宅男的人间冒险嘅旅程。OK， 咁我哋下条片再见，系咁先，拜。